有人问我何文田1000万楼下可以做到政府80万起，老年又新，景观又好，有咩选择啊？跟我嚟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我尼克为大家选盘推介嘅时间啦。今日为大家推介嘅物业系君逸山。君逸山位于九龙加埋村街9号，系单栋式物业，共188伙，由恒隆发展。面积介乎于478尺至1198尺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参观下个单位先。呢度系一个497尺嘅高层嘅两房单位，客厅间隔是正，光线充足。呢边仲有个对流窗天，南北对流，可以令到空气更加流通。而客厅业主升高了个地台，可以要更加多的收纳空间。我们来看看睡房先啦，睡房都非常市正，景观非常开扬，环围180度游乐场配水库景致。这边是另外一间睡房，同样是正，方位东南，景观非常之开扬，同样望住配水库游乐场景致，远眺启德方向海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厨房采用 L 位的设计，而厨具都一应俱全。君逸山属于34名项目，而楼下就有维多利亚国际幼儿园。而交通方面，君逸山门口都有多条巴士线及小巴线贯通广九新界。好啦，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有任何嘅问题想查询，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俾我。我系美廉物业加多利山分享嘅 Nicole， 我会有更加多嘅选盘介绍俾大家，请大家留意我下一集嘅选盘推介。拜拜。